我觉得你们可以从想要谋害你们的店小二查起。哼，人都死了，怎么查呀？我告诉你，那个店小二就是金川帮的人。要么是你低估了雷耀的头脑，要么就是高估了你自己的智商。金川帮那么多高手，雷耀干嘛找一个功夫那么差的店小二啊？那就得去问他了。好。 反正我该说的都说了，你们两个帮派的事我不感兴趣，我现在可以走了吧？走，哼，没那么容易。既然把你抓来了，你就乖乖的做我的筹码。你，啊，进去！哎，你跟帮主说说呀，别走啊！你绑架我有什么用啊？喂，喂！哦，滚！ 你是谁啊？县令。县令啊！哦，姑娘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哇！家常便饭，不值一提。啊？家常便饭？坐，坐。哇塞，你的境界也太高了。 我欧奇甘拜下风啊！哎，我来啊，是跟那个赤水帮商量与金虫帮和解的事，说了两句不中听的话，那个于是就……这两帮的恩怨，哪是两句话就能解决的呀？对，欧姑娘说的没错，虽然料定登门拜访也是无用。 可我身为县令，总不能袖手旁观呢。哎，你们上头，那个对这个两帮派斗争，没有什么行动吗？你是说朝廷？啊，朝廷对这地方上的纷乱，向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这儿一直是两大帮派的天下。 官府拿他们也没有办法。那看来在背后算计梁大帮派的，不是官府，而是另有其人。你还记得吗？这是你16岁，大哥送你的生辰礼物，你很喜欢。 一直待在身边，给大哥吹一曲吧。啊！你还记得2个月前的今天，你去了。那时候已经离开家好几个月了。我要是知道你会死，就不应该阻止你们来往。小妹，大哥就是不明白。 你那么聪明，那么漂亮，怎么会喜欢上他呢？我要是知道你一去不复返，当初就应该把你的腿打折。我让你迈出这门槛一步。小妹，请你告诉我，临走之前，你想跟大哥说。 你想跟大哥说什么呀，大哥？我想告诉你，哎呦，你能不能帮我救救欧奇呀？我求求你了，帮我救救他吧！啊？外面的风景再美，也没有自家的风景美。你不准备回家了吗？ 你以前说过的，如果找到了朋友，你们就要回家，是真的吗？说真的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家，因为有一样东西一直没找到。什么东西？我也不知道，那东西长什么样。
只是知道上面写着“朱城月光”。姐姐好了。像不像？不是像，你就是二当家的，真漂亮。嗯，哇，这也太丰盛了吧！什么味儿啊？二当家。穿成这样，古代的发饰也很先进嘛。好看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就是想完全变成另外一种人会是一个什么感觉呢？而且我要变成一个二当家，以后看谁敢欺负咱们。大当家。雷帮主。嗯，两位休息得如何？大哥，好，小妹果然适合这样的打扮。大哥，我们就去这么几个人砸场子，能行吗？砸什么场子？我们是给他们送礼的。送礼？诸位，袁帮主有请。不好意思，请各位在外面等候。雷贤侄此次前来有何贵干呢？袁帮主，我准备把中堂街所有店铺都让给你们赤水帮。哦，这是我已经签好的文书，敬请笑纳。大哥，你在干什么？这可是本帮最棒的器械，你怎么……大气！哎呀，真是大气啊！啊，没想到雷贤侄还是真讲信誉了。来呀，把那个丫头带上来。想不明白了，你为了个丫头片子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，为何呀？小妹是我最亲的人，而这位姑娘跟小妹肝胆相照。哦，没想到雷贤侄还是个重情义的人呐。啊，不过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。嗯，望袁叔答应我一件事情。说吧。正月十五元宵之前，望袁叔跟我一同住进县衙大牢。为什么？想不通，真是想不通。有什么想不通的啊，二当家？哎呀，你说好好的为什么要去坐牢呀？难道你忘了雷爷棺木上那行字了吗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正月十五之前有人要暗杀大哥。走了。哎呦，我怎么把这件事给忘了？哎呀，大哥现在处境危险呢。呦呦呦呦，入戏还挺深的。
还真把自己当雷爷了。哎呀，哎，上官去哪儿了？毕竟他也是个重情重义的好人，我担心他也是应该的。你就别为他担心了，他是个聪明人，所以才会和袁帮主一起进牢房啊。嗯？为什么？你们想啊，有什么地方会比牢房更安全的呢？哦，有道理啊。牢房的进出口只有一个，又没有窗户，与世隔绝，这凶手想要下手的话也是无能为力啊。可是万一……哎呀，一万一要是……你也就别一万两万的了，你呀就等着看好戏吧。嗯。哎，两位帮主来了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两位帮主请看啊，这牢房里面的犯人呢，我都已经转交其他地方了，现在绝无闲杂人等啊。这个牢房也都全新打扫干净过了啊，林王帮主请放心啊，来，里面请。哇，你是来坐牢还是来度假的呀？对了，隔壁的牢房啊，按照雷帮主的要求已经改为厨房了，请您过目啊。哇，啊，连宠物都有啊，太人性化的设计了。雷帮主想得真周到，自配厨房，厨子把食物做好给兔子试吃，以防毒害。不愧是欧姑娘，这样一来，凶手即便是有通天的本事，也飞不进来。雷贤侄想得可真周到啊！啊！小梅，啊，哎，这几天我不在家里。帮中的事物就转交给你了。嗯，不行啊，大哥，我什么都不懂啊。你是二当家，金川帮的事物除了我便是你。如有什么办不了的事情，尽管到牢中来找大哥。嗯，好吧。这是大哥送你的礼物，现在不要开。万一帮中出了大事，再看不迟啊！大事？把门打开！在位等候。是。大哥进了牢房，我这个做妹妹的正式解放。欧奇，郝家彤，想要我这个做掌舵的怎么招待你呢？哼，我看你这个临时掌舵并不怎么高兴，反而有些失落。怎么会啊，他不管我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雷耀对他小妹的感情还是挺让人感动的。嗯，其实我也是因为同情雷耀才屈尊做他的小妹的，要是苏放在的话，他肯定也认为我做的对。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他的消息。嗯，还有啊，朱城夜光到底在哪儿呢？完全没有头绪啊。不能吃吗？姑娘，这个不能吃。啊，苏芳，苏芳，苏芳，终于找到你了！你们是谁啊？哎呀，苏芳，我们都想死你了！别碰我！苏芳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别生气啊！你知道吗？我和欧奇到处贴小广告找你呢。来来来，那些小广告是你们贴的呀？苏芳，我是郝家彤，你不认识我了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别闹了，快跟我们回去吧啊！是啊，哎呀，你别闹了，我们四个人好不容易才聚在一起，我们回去吧。苏芳，苏芳，苏芳，别碰我，我不理你们了，我要去买好吃的了。哎，苏芳，哎，
我们那儿有好多好吃的，你给我来吧。真的？真的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是。你们真是大好人，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对我说。哦，对了，我叫浮云。什么？浮云，问他，继续。苏芳，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？让我记得什么呀？哦，原来我叫苏放啊！我凭什么相信你们啊？哎，苏放，我们来自21世纪，上同一所大学，住同一寝室，是很好的朋友。对呀，还有，你是我们学校拳击社的社长，兼学校校花，你不记得了？他什么时候成校花了？哎，对了对了，你还记不记得你前男友？你人生的三大爱好你总没忘记吧？钱、吃还有帅哥。放开，你放开我。他真的失忆了。我不相信。你在干什么呀？帮你做按摩呀，会帮你恢复记忆力的。记忆力？嗯。你大脑被格式化后一片空白吗？格式化什么意思啊？总之呀，你把之前所有的事情都忘记了。所以我们是好朋友？当然了，苏芳，如果你没有失去记忆的话，在我们这一桌啊，最闹腾的就是你了。你一定会吵着让我跟你玩小蜜蜂的。两只小蜜蜂呀，飞到花丛中呀。你记起来了？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念叨这个。苏芳，你看这桌子能想到什么？斗地主、大富翁、三国杀。太好了，你全部都记得。那这是不是说明我正在恢复记忆呀？再过来之后啊，你的头部受到过撞击，会发生短期的失忆，不过现在你的伤已经好了，记忆也在慢慢的恢复起来。虽然我不记得你们，可我觉得我们会是好朋友吧。哎，大家来为苏放早日康复和新年干一杯吧。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我第一次在古代过新年，而且还是夏天。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。我为什么要胡说这个呀？说明你在恢复记忆呢。我突然好想回家。回家？我也想回家。这个竹城月光会在哪儿呢？上天啊，我求你保佑我们尽快找到宝物，快点回家。我们一定会把你找到的，我们一定会回家的。莫大哥，新年快乐。莫大哥，你有家吗？你家在哪儿啊？
请。有没有看到苏放、啊、昨晚你们回房以后我就没见他。二当家，二当家，不好了，出事了。什么事啊？急急忙忙的。出大事了。是你们谁都没有。县令，县令，县令，过来！县令，来，等等等，在这儿。过来，快，给我找锁匠，快！快去！什么呢？枪放哪儿了？放哪儿了？住手！你看这边呀，都打起来了，你还等什么呢？从今天起，金船帮就我二当家做主。大家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查明大哥的死因。哎哎，让让让让！回各位当家的，咱们这儿有个犯人，就是锁匠。放什么屁！把他叫过来。开门。想没想我呀？啊！没来了。哎呦，走走走走走。哎呦，爷您来了！哎呦，好久没看见你了，想死我了。走，楼上去。醒了，昨晚休息的怎么样啊？啊！
这头发，这爷，这是新来的。新来的？嗯。哎呦，这么漂亮呀！脾气不小啊？还没调教好呢，爷。告诉爷，叫什么名字？哎呦！来，爷啊！谁？谁又踹了我？他。啊！别，我别踹我你！没有啊，爷。去！不是。哎呦！跟爷说说，叫什么名字？爷，他叫冯云。我没问你。哎呦！看什么看？你们看什么看？回去！回去！回屋去！回屋去呀，走！哎，没说他，给我站这儿。少帮主，少帮主，你给我滚！没看爷正忙着呢。老帮主他出事了。什么？给我看好了，他要丢了我收了家房子。哎，是，爷您慢走啊。快点！你快点！哎，说你的，快点！你急什么急？急什么急？这是着急的事儿吗？啊，这着急着急！你看，你看，真是的！去！我来！滚开！你让开！哎，干什么你啊？爹！爹！爹！你们看看，都是你们把我爹害死的，看见没有？你们把我爹害死的！我执意，我跟你拼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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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雷爷，我告诉你，我爹就是被你们害死的，看见没有？睁眼睛看清楚点，我大哥也死了！是你哥害死我爹！我大哥也死了！你们赤水帮派一个仵作，问问验尸怎么样？好，锁打开。少帮主没回来之前，你男人别想去。妈妈我呀是管不着你了。那你先让我吃口饭。吃，就知道吃，我怎么留你这么个吃货？哼，我呆腻了，你找别人玩去吧。想走？你的卖身契还在我身上呢。卖身契？爹。爹，大哥，对了，仵作，咱们这里有没有停尸房啊？姑娘，什么叫停尸房？应该是义庄。对，义庄。哦，义庄里就在后院。县令，麻烦你叫几个人，先把这具尸体抬到义庄存放着，以方便我们取证。好啊，那个，来人呐，在。把这些尸体都抬到义庄去。是。不用，我们自己来。大哥，你们几个过来。大哥，帮主。大哥，我们带你走。我们走，帮主。帮主。慢点，都慢点。走。大哥。站住！说走就走啊！都给我回来！袁志毅，你想怎么样？你还没完没了了是吗？我爹不能白死。那我大哥还白死了呢？我大哥还死了呢？就是。哼！既然你不依不饶，
那我今天就来个公开审讯。坐。坐。大家都消消气，消消气。那个，我给各位沏壶茶啊，你们慢慢聊。哎，你是县令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去倒茶？哎呀，你看，各位管事的都在呢，我这个县令在这干啥呀？我还是沏壶茶，照顾照顾大家吧啊。哎，喂，看清楚了，这就是你的卖身契。是这个呀？不就有一张破纸吗？没意思，我走了。站住！想走？我告诉你，我这醉花楼虽然算不上赤水帮的第一楼，但是我跺一跺脚，还是能让方圆几十里抖三抖的。那我也告诉你，卖身契是非法合同，我就走。哎呦！哎，站住！站住！想走？上哪儿去？跟我回去。给我叫上来。就是他们两个。你倒是说话呀。二位，请问你们是在兔子没有异常之后才把菜给他们吃的吗？是的，厨子做好菜，亲自在我们面前喂给兔子吃。半小时后兔子没有异常，我们才将菜端上去。这酒也是验过之后才端上去的。那酒菜备齐之后呢？大当家和元帮主准了厨子回家过除夕，我们把门锁好之后就一直在外头守着。这些酒菜没有吃完，看来两位帮主是在吃饭的过程中就中毒身亡了。对了，那些兔子怎么样了？兔子应该还活着。兔子还活着。郝家同说，两位帮主是在十一点之前死的，也就是子时之前，雷药是中毒身亡，而原帮主是被人从前捅了一刀。同一桌酒菜，为什么我大哥中了毒，而元老帮主却没有呢？哼，这不很简单，毒是下在酒里的，雷要喝酒，而我爹从不喝酒。元老帮主利用自己不喝酒的这一点，会不会把毒放在酒里？我大哥喝了之后。雷贤侄，来，请。好。来，袁叔，你，雷贤侄，没想到吧？你还是上了当了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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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暗藏毒药，我就不会暗藏武器吗？果然是雷要害死我爹的。是你爹想害死我大哥的。如果真是袁帮主下毒毒死了雷耀，然后雷耀再一刀捅死了袁老帮主，可是又是谁把袁老帮主钉在柱子上，然后再悄然生息地跑出了牢房？昨天晚上就出事了，为什么今天早上才报上来？他们昨天晚上都晕死过去了，哪还听到什么动静呢？这酒坛是我在步道发现的。这酒你们昨天都喝光了吧？难道这酒有问题啊？这酒里被下了迷药，可以让人昏睡几个时辰。对对对，我们一醒过来就看见两位帮主就已经……哎呀！什么？这酒是你送的？没错，这迷药是我下的，可我迷昏他们，只是想半夜进来揍了杨一顿，但是我爹不让我进牢门，人揍不成，我只好作罢。哼，这说明这酒里的毒是你下的。我倒是想在雷耀酒里下毒呢。那你有证人吗？离开以后我就去了醉花楼，再也没回来过，自然有人给我证明了。怎么这么熟啊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苏坊之前不是被醉花楼的老板收留了吗？好，那就醉花楼走一趟。哎呦，少帮主来了，二位雷爷也大驾光临。这醉花楼怎么这么像妓院呢？苏芳还说他老板娘对他很好，他被骗了吧？先别急，咱们进去看看去。那个，你走前面吧。哎呦，袁少帮主您来了。哎，请坐。珍珠呢？珍珠啊，珍珠快来，不是在这儿呢吗？爷，他来了。哎呦，袁少帮主，闪开！人呢？来了。珍珠，跟诸位说说，昨天晚上你跟谁在一起？讨厌，人家还能跟谁在一起？当然是陪你了。哎，这个姑娘，昨天袁少帮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你在一起的？昨天奴家从二更起就等少帮主来，可是少帮主一直没来，奴家就一炷香一炷香的数，数到第九炷香，少帮主才来呢。二更就是亥时，也就是九点。那他中途离开过吗？珍珠怎么会舍得少帮主离开呢？是不是呀，少帮主？老板娘啊，这位爷，您说，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位叫浮云的女子？什么浮云啊？这没听说过呀。这苏芳之前不是明明说就是这儿吗？站住！千年的悸动。
凋零了文字前后，春夏秋冬轮换的时钟，南北西东迷失的颜容，时间像渗透，空空一双妙手，带不走情深意重。都说聚散离合都是一场梦，梦醒之后就不必相送。